万恶的宣传单。凯迪拉克 CT4 啦，这是我们最高配的 CT4， 尊贵型 CT4， 而且是红浪漫的，你们懂的。点个灯牌哦，飞驰在彩色的路上。点个灯牌哦。哦，二十九，我们现在29度，29度，欢迎大家。我们没有开美白的啊，我们播间的话没有开什么美白的，所以大家放心，你们懂的，没有开什么美白。宣传单给拿掉，谁搞得跟谁不会拿似的。Hello， 你才是肥瑶，我真的被你气死了。欢迎大家 ，XTS 19年就停产了哦，19年就停产了，感谢关注，欢迎大家，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点一波关注，欢迎大家。凯雷登没有，任然子下午好，任然子人家跟你打招呼。Hello， 普信男。任然子在摄影机后面啊，在我们手机后面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。来，这个呢你自己两个号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关注了。安琪，你什么时候关注了？任然子可以露个脸吗？可以，两个抖音号。他有要求的啊，两个抖音号的啊。嗯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星星播播间的宝子们，灯牌一亮，前途无量，灯牌一点，感情不减，欢迎大家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直播选我敲停，欢迎大家来到安徽世贸的抖音播播间。我怎么不好意思，我非常好意思啊，我怎么不好意思啊？嗯，请问我哪里有不好意思的？请问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，只要尴尬的人，知道吗？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啊！我根本就不会在意啊，这个就是平时穿出门的衣服呀，哪有什么问题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平时穿出门根本就不会那个啥了，只是在播播间，你知道吧？没有办法。手机变形了，瑶瑶子，手机轻微的变点形是很正常的，宝子们不要大惊小怪。手机变形是手机的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，轻微的变一点形是很正常的。欢迎大家。有什么想看的想问的直接打公屏下啊。CT5 豪华的话我们现在落地CT5 豪华现在落地28.5吧，28.5以内啊。欢迎大家，宣传单也不要多管闲事，怎么了？怎么不要多管闲事？欢迎大家啊，感谢点赞，谢谢关注。灯牌点一点啊，灯牌点一点。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我们每周一到周六，每天中午1点多到2点左右，两点多都会给大家播的啊。每天中午1点多到2点多都会给大家直播的。七友，没有人给我点灯牌、啊。我们还差27个人点灯牌、哦。还差27个人点灯牌，灯牌点了，我们那啥好不好？对。欢迎大家给主播点关注，然后你去别人播播间啊，你去别人播播间，你让人家关美白滤镜，你看他们可关，你关了都是这样黄黄的，好吧？你不要在那乱说，我跟你讲，我有这个自信，人家敢吗？点个灯牌哦。对，我们把灯牌点一点啊。看车还是看我都可以啊，你也可以看车，也可以看我啊。你们现在是想看什么车啊？直接打公屏上啊。嗯。现在想看什么车，直接打公屏上。感谢灯牌。好了，还差25个人，我们还差25个小灯牌，瑶子就给大家换个鞋子鞋子哦，欢迎大家换鞋子啊。还有25个粉丝灯牌，CT4尊贵的预算还有别的推荐吗？ XT4 的话嘛，我们是25.3入门，25.3、27.3，然后28.8，嗯，就是这些价格，我觉得都跟那个 CT4 的这个尊贵价格区间差不多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因为都是可以谈的啊，就是说 SUV 你也可以选择，嗯，轿车的话其他的选不到了，只能选这个 CT5 入门了，或者是 XT4 的啊。大家想看主播换海纸的，就赶紧把灯牌点一点哦。拿走了呀，火焰蓝拿走了呀。灯牌一点，感情不减，灯牌一亮，前途无量。CT4 黑色有吗？有的。小金，我们 CT4 全系都有现车的，有的啊，宝子全系都有现车。谢谢杨教官。XT4 我们现在顶配是54，有优惠的，因为遇见。
哦，我们是54以内现车的啊。点个灯牌哦，点点关注哦。CD5豪华28.5，28.5啦，真好喝，奶茶真好喝。桃花，桃花，我说过这个铂金运动 CD 五的话，34以内可以拿下的啊，34，这就是铂金运动。34以内现车不用等，这个颜色也不用加价，这是我们22年的一个春季限金色的啊，不用加价，不用等。具体的金融政策的话，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小编哦。是的，欢迎大家啊，可爱的小姐姐，三倍水灵的姐姐，58岁了啊，谢谢你叫我小姐姐，谢谢。灯牌点一点啊，灯牌点一点。喜欢主播的给主播点点关注，点个灯牌哦。对，灯牌一亮，前途无量的啊，我们灯牌点一点，关注走一波。CD 四的话，我们是这样的，买 CD 六能不能带走我？带不走我的啊，你要买5辆顶配才能带走我。CD 四的话，我们是这样，2成、3成、5成，2年、3年、5年的。我们还差22个粉丝灯牌哦。对，欢迎大家。我们到3W 站左右的啊，我们现在1.3W 站了。我们还差30，我们还差22个，对吧？我女朋友60大寿，推荐什么车？XT6 最高配啊，铂金要必须的啊！谢谢杨金的小心心，欢迎大家。咋去掉灯牌啊？干嘛要去掉啊？念，你去别人家点个灯牌不就没有了？干嘛要去掉灯牌？真是的，好过分哦！好，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 CT5 铂金的一个内饰呢。王杰，点个灯牌，点个关注哦。灯牌点一点啊，关注走一波。这是 CT5 的内饰。有。来 ，CT5 豪华28.5，现车不用等的啊，现车不用等。带 BOSS 音箱和不带 BOSS 音箱的，我们家的豪华都有。欢迎。欢迎大家。欢迎新进播客间的宝子们。感谢李呵呵加团。谢谢宝子的加团 ，Thank you， 比心。你们啥时候才能到330个粉丝团成员啊？真的是太难了。对啊，到330个粉丝团成员的时候，姚姐就给大家换一双海格。太难了，3W 站也太难了。他们可能不知道你有多少海格，可能有些新粉不知道你有多少双。欢迎大家啊，感谢关注。来，这就是我们家的 CT5 的话呢，是这个 Moni 的真皮的前排座椅的话，通风加热按摩，而且的话呢也是有这个12英寸的一个全液晶仪表盘和10英寸的一个中控悬浮大屏， Moni 的真皮，然后 BOSS 15颗扬声器的啊。这就是我们家 CT5。 喜欢主播的给主播点点关注哦。对，我们把灯牌点一点啊，灯牌点一点，灯牌一点，感情不减，灯牌一亮，前途无量。没有，我今天一穿这个它就会舞，教官你懂的，它一穿这个它就会舞。谢谢这个不认识的3个字成为粉丝团成员，谢谢，感谢点赞。成天拿这个该洗的本子，怎么啦？这个本子怎么啦？这是我们家 CT4 啊，宝子们，这 CT4 啊，你不喜欢吗？啊，你们不喜欢吗？想看什么车？没有，我们就聊天了。我们点个灯牌吧，好不好？点个灯牌聊聊天吧。哎，粉丝团现在已经311个人了啊，还差19个包子。有没有19个的包子？点点灯牌，点点灯牌，19个包子。跟瑞老板学，不点关注，不点灯牌。你不要跟他学，他给别人点了灯牌，都9级了，他只是吹牛逼，就不想给我点而已。讲白了就是说，你懂吧？他不喜欢你，他喜欢别人，所以他才不给你点灯牌。说明你不给我点灯牌，你也是不喜欢我，你喜欢别人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果果，你要跟瑞瑞学的话，咱们就有劲了啊！咱这一辈子都决裂了。我瑞瑞，我现在已经跟他决裂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已经跟瑞瑞决裂了。他别人带别人家9级灯牌，你知道吧？还把他家的把他带灯牌的那个美女搞到我的直播间来，让他来看我直播，可下头！你自己讲，可下头！你就像你把你的现女友带到你前女友面前炫耀啥呀？啊，给你前女友都没有点过灯牌，给你现女友点个9级灯牌，炫耀个锤子！欢迎大家，我都乌鱼子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真气死了！欢迎大家，杜鸦，你先给我，你先表示一下，我先看一下，不然的话我没有动力。张烨改名了，张烨没有张烨了，潮屋红叶豪车租赁。干嘛要改名啊，叶叶子啊？他叫我喊他叶叶子，他说我们都是姐妹。大家
都是姐妹了，从此之后叶叶子。欢迎南江，我是叶叶子，我马上给你备注一下，我马上给你备注，我来管理给你备注一下。还差十九个灯牌哦。我给张叶备注一下，我就能永远知道他叫叶叶子了。笑死！我喊黑刀可以喊 KK 子。欢迎大家 KK 子。KK 子今天不在。哦，好吧。欢迎大家啊，手册拿开，不可以。念念子，念念子是谁？是你吗？念念子。你刚刚不是说怎么把灯牌取消掉吗？念刚刚取消，现在是念念子。欢迎大家，我们这是在吵架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这是在欢迎大家来到2022安徽世贸论坛大赛啊！欢迎大家，我们这在辩解，我们这在争辩，我们这是在头脑风暴。什么吵架？